那你最近接到的案子是什么状况？线上的艺人，那我们花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。2年久，是不是要安排一个帅哥跟他邂逅，然后让他有点爱上他？那个到轨断了，他们真的爱上了吗？听说现在还是在一起。所以他这样不是等于是骗那个女生感情吗？ 会再自然而然的再分开哦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